其实买到了第一天啊，我已经在构想了，我想了很多，后面还有很多啊，比如说像内装啊、外表啊，我要有没有人要代理那个旅行箱一颗？对，里面要装那个是不是？对，那个车就要装啊，我要黑色的哈、啊，我没有车顶架也没有，车顶架、啊、对 对, 對、哦，车顶架装的，哎、欸，还屋顶的那个我要色膜要黑色的，顶棚也要重弄重编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哇塞！哇塞！后台，是要帮你配黑人的。这也在坑我，这米啊！我也不知道咧，泰山应该在多来内吧？我袂使啊，我就平的。你这是二手的？对啊，照片看比较好看咧。我是啥？我这个啥？我要收啊，直接开，你敢买直接买我们这米零的多啊？啊，我感觉你该开该买啊，差不多米零的钱咧。拆货的时候吼，就是最期待嘛。嗯。不用刀片，妈直接也是拆了。紧张又期待的心情。我刚经济，哇，好看诶，水滴型诶。哎呦，哦，空气力学是不是。对。当初头家传来讲，我较俗诶，你卖无，放诶面顶，啊，痛苦哩。我讲卖。啊，无啊，你只新只只。我今天开就对啦。我今天毛病加上来，我来提。哈这有收息诶，你看，拍开，开晒个拍开，哇。哇塞。哇，怎么样？哇。赞呢！遐个倒落去，啊，唔知先长啊先短。好，拄好，好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伸缩啊。我记得有一个可以伸缩，哇，真的刚好了，没有？它要夹在里面的。是用哪里夹？这里啊，这个、啊。放松。可是盖子啊，盖子先打开啊，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里面有附一支啊工具。好，就像 L 嘛 ，L 在那边嘛，可以遐翕一下，让。哎，那边摕什？摕什么？秘密武器，下来啊，有无 ？V 零的有无 ？Natural Air， 看这里去，打开是空的。跟古关的空气一样啊。Air 秘密武器，也是 Air 就对了。就这样好，这是那个啦，冷气出风口的那芳香剂，可是它这是 B&W 原厂选配的套件。以前那个冰室有没有可以选一罐香水，在手套箱里面倒进管道里面，冷气风管里面，这个是那种外接型。我跟你讲啦，男人都是这样，你什么东西你都尽量要买原厂，那个才是叫做男人的浪漫。贵州的啊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。哦，比如讲你就是塞 B 零的，雨伞也要用 B N W 的，哦，衣服要穿 B N W 的，哎，内裤嘛是 B 零的，包包也要。他是没出保险套而已啊，哦，不然保险套也是 B 零的、啊。搞不好有哎、欸，搞不好套上去，看可以加几匹马力，会漏哦，漏什么漏什么，漏油。这做得还不错啊，这是做橡胶的，软的，因为它怕你硬的哈，会伤出风口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补充条啦，啊，这个是补充包啦，我买补充包啦，三个。它这个口味是什么 ？Vitalizing Woods 哈，某一种木头。哪一种？自己上网 Google 哈 ，Vitalizing， 好，应该是那啦哈 ，Vitalizing。它这个口味是什么？口味哦，我在讲。口味啊，等你打开闻一下，知道喜不喜欢了。这条也是橡胶状的，你摸看，橡胶状。对，真的。哦，这可以选择开或关，就是香味的开度。嗯，好吧，这一条。哎，一点已经装起来了。哎，蛋呢啦？蛋呢？迫不及待。好，我要去把它装我车上。好，拜拜。行不行？哎，这 B N W 的胖不赢。啊，你变度的 B I 敢放 B N W？ 哈哈哈！给你试一下啊，看你会去买一台。不会，我有讲过了，我不会跟钱。跟钱归不去的，我就没有强迫症。一样啊，对啊，一样长啊，可以的，所以是可以装的。这里面都是 L 啊，我都是一样的、啊，刚好差一点点。下一罐，外销都得。这是哪一罐？
哈。啊，我这边后边呢？我这只好。就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先数一下，研究一下。韩柱，没贵啊。没贵，没贵。你买阿片？对啊，差一点点呢、啊。我帮你加吗？有。我靠，也挣下去了。好啊。到底讲阿唔是啊，阿唔是安尼倒啦，你来我来倒的。我不信、啊，应该就是这样吧。我也不信。我不信。他密合度是还不错、啊，这样有个好处。嗯。刚刚坑了更没落，应该不会去啊。故意要挑这种的，我这样夹的比较卡碎。卡杂。卡碎。啊，那个这个夹具是往这样夹上来，是吧？嗯。夹上来，靠这个是夹。啊，这样锁起来。哦，好啊。那个还没锁了，一个一个锁。这沉重话的，片拢是人背起刀，我也背起刀，出不定刀的呀。我哎，但我拍的有无？啊，手安尼抓的，啊，超人安尼，啊，你吃饭？啊，叫你来给咱业配无？无业配，我开钱的嘞，咱够开钱。有啊，哎，这样教友们看得下去吗？教友们不是很爱看吗？教友们就爱看花钱。对啊，我恁开钱不知道，不花钱还不好看。我之前要背起。可以吗？应该是可以吗？哇塞！你唔知道？是列车，你唔知道？打派那种玩 VDN 的，很难搞，也算。出现可能免打，行不行？一件啊，你看看，看看一件啥呢？放在哪里？哦，我要背，要背，可以。要背啊！啊，外面来放。来开车。哒哒哒哎，转弯，那转弯，哎，那个，哎，转弯，我呀嘞，啊，那嘴人可笑的啦，哎，外口车就多，那人可笑的，有没有看到超人倒退？啊，超人倒退，倒退飞有没有？哇，也不行，这样抓好，看这是。OK 啦，凶啦！开快一点！哦，手好酸哦！啊，被我软了！哎，我怎么下来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怕把它弄凹了，完美落地。对对对！十分。开关啊，来。啊，这边啊，瘦皮。哇塞！我安怎啊？就像那样啊。啊，到时较瘦啊，聊对中的话。好像没有自中。男人都嘛有点偏的。是啊。看。有无？加油！再不行就是要刷这个脚下了。了不起，真的不行，就是这一次放松，往前一点点。我接着做到那密合度还不错。砍掉啊！我不业配啊。哦，这个你看，帅哦，保护的啊。哎呀，它是双面的，是不是？帅吧？帅哦，双面的，啊不行，双面开。人家有垫片说，人家有附这个垫片呢，我大部分就，我先。你只是先试装而已。好了，再调角度而已。好。加不？不。我讲，往那边一点吗？铁皮小牛啦。往这边。那边。往这边一点。铁皮小牛啊，泰山北柱呐，还心术不正。应该过来一点点。好。把枪上手，枪上手，都别手过。我呢？好。休息一下，安尼就啥？哈哈哈！你到里边。那个太不管呀，给你再唱。你可以吧？泰山我连问都不会问呐、啊。我不行。泰山我连问都不会问。我上去就很困难了。我还有机会。
你还有机会，机会很大，好不好？你这样看得到我屋顶是什么颜色？看得到啊，那擦，是那擦掉了，那擦，拢白白，有啊，啊边啊翘翘，无啊，这是在坑上比较好而已。我这个没有要放东西的、啊，这个只要放好看而已。这个倒得掉的，马力被封印了，它不能再开太快。此车限速150以内，快被敲了，钱都弄来这，好不好？我来去坐一年了，电动被处理上班啊！哇，有没有心情很好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都碰几十万年，那我什么心情呢？刚有，你唔知迄拢足贵的哦，看起来东西没什么，可是就很贵，买的时候都很贵啦，卖的时候半价，人家搞不好还不要。欸、你那仪表板是一个梯形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就是耶，我老婆会买啦，你看。我拢用22，他都用22，伊这总价是14度，你看。干净点啊，讲，14度可以把你冷死。可是14度应该是跟我们的不一样。你弄炉 C 啊，炉 C。不会吧？那我问你，外面温度如果是像现在好了，假设很冷，5度，你吹冷气吹16度是热的还是冷的？冷的啊。热的，或者是冷？冷的。你冷气吹出来啊，14度是不是比较温暖？那就变暖气了。还是吹冷气啊？还是吹冷气？开暖气就好了。哎呦，哎，还好你没有，对，没有骗到。你有点穿冷，有些你会吹电器，慢慢吹冷气的。还点够就够你加盟，不是要去电？到了，到了，怎么办？赶紧的搞，去搞啊！咱得去跑山一下。你知道我头拄仔去买饮料，就是你知道头给你讲啥？讲啥？你去冲浪哦、喔。我说没有，为什么我看这个背包就像人家那个冲浪是上面挂在上面，我要放一个冲浪板啊！这我干嘛？哎、欸，再买一个冲浪板啊！平常都是放个冲浪这样，不错哦、喔。是啊。谁说一定要背包？不用嘛，吼、嗯。有泰山赞助一支，竟然那个好像蛮贵的。我去找二手的。又去找二手的，不行啊！泰山的够水的那样。二手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还够水，还二手的。我帮你吹，吹掉你，你要自己上去哦。你来，我就帮你装、哦。用绑的把它绑起来。上面要喷科皮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传教士。没有那个。教友泰山供应，对，不是啊，不是板子上面要，正面要喷科比传教士，嗯，哦啊，背面就是对赞助商泰山，哦，那我就要去冲浪了，哦，冲浪板挂起要让我们讲，啊，你要去倒冲浪哦，唔对，我要去爬山，啊，让人家猜不透，哦，哦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啊，去吹。啊，较长的哦，就像啊，像滑板的长短吧。无啦，较长较贵。哈哈哈！太多你哪样嘞？啊，没啦没啦没啦，我去帮你看下哦。哦，怎么被完成啊？哦，不在。啊，你车会较高准？我已经完成了，咱就无理由啊，换车落。这是要打 O A 还是要打？你帮我打雾面还是要打反光？哇！都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该飞去？没啦，那个东西哪会飞去？哎、啊，这线高偌济？伊这即马偌悬？你看嘛。我这气压避震的啊，气儿降落来啊。气到位。气到位。海啊，海个！出了一个嘘，哦，160几啊，你啊，无霸气的家，无个霸气的，哎呀，蛮矮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香肠比较薄，对，我买薄的，它是薄的，有一种是硬的啊，哎，来这边这啥？鞋子啊，没有了，那么我来，我停这里给你拍一下，外观蛮帅的啦，自己的车可以自己打造，唯一的好就是这样，嗯。今天万一变闲了没有？先这个怎样怎样，没关系。我自己选择。小西自动车，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李总啊，啊，李总啊，拍照是不是？对啊，拍照啊，没有，真的帅啦！哦，这终于搞专注我的旅圈了哈、哦，我就喜欢这种扁扁的就好了。对啊，放不放我没差、啊。你也没有要放吧？哇，这是停得很正哦、喔。那85油换成红色的。Several days later。
是哦。Lucky， 对啊 ，Lucky， 差袂空诶。挡到挡，挡位挡去。嗯。今天好 gay。今天啊，塞袂行。你要不要再开一次？没有用啊，有挡位，可是那个备注箱。然后，离合器不是离合器啊，排挡线那边。排挡线。对啊。那你要现在处理了完。免晒啊，我来给你。你现在处理了完。我唔知，我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笑嘞，笑嘞。哇。还好。出事了，阿伯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，阿北怎么办？变速箱我摸不到啊，因为变速箱在后面啊。在后面。求了，求了，求了！哎，出事了，阿北。卡车。